阿公，我君君啦，你最近敢好？好啦。啊，你是新冠炎的药啊，敢有准时在吃？好啦。啊，我送你一台电脑好不？安尼以后我打电话给你啊，你就会使看到我啦。唔免啦，你我低头等下看下就好啦。啊，我即摆要来老人会遐遐运动啦。好啦，你出门要注意哦，拜拜。好啦，再见。嘉伦，我们视讯器材准备好了。好，我看看我们军医现场准备怎么样。好，我这边教材也 OK 了。好。哎，兄弟，小兔。啊，你们早上讲我送我台电脑，我老妹阿用，阿你来上课了。对。过去两年，团队主要在麦寮、台西两乡进行居家访视。透过居家关怀，我们针对慢性疾病的居民进行健康关怀与召回就医服务。其实乡下地区这边很多阿公阿嬷，他们都不识字，也没有使用智慧型手机的习惯。如果说要让他们自己在家里看卫教资讯，其实是很困难的。因此，我们发展了 IE 体健与视讯卫教的模式。课程内容包括体适能、营养师的课程，那我们把阿公阿嬷聚集到社区这边来上课，同时也能够让他们交交朋友，也提供一个在地有更及时跟便利的卫教资讯。啊，咱今仔的课就上到这哦，吼。阿公，今仔日上的课你敢听有？听有，听有。有恁哦，练暂时的哦，节奏稳稳的。